各位观众好，今年的母亲节又要到了。这个母亲节到了，你想给妈妈庆祝什么呢？送礼物还是吃饭？最重要的除了礼物跟吃饭以外啊，心里面一定要跟妈妈说我爱你。记得还没有回家的赶快订车票回到家里跟妈妈一起收看含笑食堂，千万不要忘记。